你们都不能说话了，这叫安静，对吧？一点声没有啊，这叫安静，平静。不是说一点声不能有，但是整个是非常的平稳。缓和的，非常平稳的，不是这样激烈的感觉，对不对？对。所以要注意一下啊，虽然都有一个静字，但安静，爸爸安静的说，除非爸爸会腹语，对吗？那么这个平静指的是爸爸情绪很非稳常定。平稳啊，走吧，让他走吧，别回来了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了，明白了，代入法，不用多说，靠的就是语感。我说过，这是比较简单的，你直接能判断出来的，就用这个方法就行了。但万一有的时候真的拿到一个，就是不知道到底选择哪一个是好的话，我还是需要去纠结它里面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对吧？生活当中或者说考试当中，肯定还是有这样一类题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组词语出现的时候，光靠语感难以判断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做？其实刚才把方法已经说出来了，看到词我分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寻找大海里面的一条一条的小鱼儿，也就是说去单看一看它个别的汉字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次我们介绍的方法叫做挑逗法。挑逗法，看这有四个豆，你能挑出来吗？能。挑什么出来了？有一个绿豆，有几个红豆。以前有一个笑话，对不对？脑筋急转弯，你炒豆，炒红豆，炒绿豆，怎么样能在最短时间内一倒出来就能分出所有的红豆和绿豆全部都分开？炒俩豆，对吧？红豆跑那儿去，绿豆跑那儿去。但其实我们这个词语辨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同样颜色的豆到一边去，我只比不同颜色的豆。为什么？因为我比的词语往往都是近义词，而咱们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看到的近义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往往啊绝大部分有相同的字，然后有一个不同的字，对吧？嗯。这种情况下，我何必看你那个相同的字呢？我不要管你了，我只看你们那个不同的字就行了。来，咱们举一个例子啊，看一看这个不同的字，简单和简陋。这道题很多小狮子都曾经问过我，说老师这道题到底怎么区分？我都代入过了，那我觉得差不多。你看，以前我家房子十分简陋，以前我家房子十分简单，怎么了？他的文章内容虽然简陋，但却感人至深。他的文章内容虽然简单，但却感人至深。好像觉得有的词儿好像挺适合某一个句子，但又觉得那个有那么不可以吗？也没有，对吧？他也不是那么十恶不赦的吧？我放在里边怎么就不行了？啊，勉勉强强我硬塞进去也行，对吧？有这种感觉。那么这样一类题目的时候，咱就得用挑逗法了。来，一起挑一下吧。这简单和简陋，你发现了没有？相同的字在哪？简。简。怎么样啊？不用看了，咱就看单和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到底哪一个适用于哪一个句子当中。先看一个单字，哎，你发现又到这个问题了，单和漏又变成什么了？字义辨析。字义辨析，我至少可以把它们分别组成我熟的词儿，对吧？这俩词我不熟，我去组成熟的词儿，我去辨析。但其实这道题你单看这两个字也能感受到他想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单什么意思呀？我举一个例子啊，狮子老师手上戴着手链吧，你们可能看不清楚，那我给它展现出来。看，这是两串手链，哪一个手链你会用单字来形容？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下面。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个颜色。它只有一种颜色，它非常的单调。单调，非常好。不在形式上面或者说内容上面一点都不复杂，对吧？那么下面这一串就叫花里胡哨，五颜六色，这绝对不能用单来形容了，对吗？所以单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质量下我不知道它好或不好，但是形式上它绝对是不复杂的，对吧？很简略的一种感觉。那么来看这个漏字，漏字一看到首先就会有一种感情涌出来，感觉这个字儿很酸，不太好，就是我对它看到这个字之后不会马上产生一种很好的感情出来，对吧？我看到单不会特别烦它，但我也不会特别喜欢它，但我看到漏可能会有一种直接有一种不太好的情绪涌出来，因为我可能马上会想到这人长得很丑陋啊，对吧？或者说很粗陋呀，很鄙陋呀，都听起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词儿。就以丑陋为例好了，什么叫丑陋？就是不好看，长得不算好看，五官不标致，五官的组合不完美，这叫丑陋，对吧？所以说漏这
次就不再涉及到内容上复不复杂的问题了，它直接联系到了事物的质量方面。如果某个事物用到漏的话，说明这个事物它绝对是不精致的，比较粗糙的感觉，嗯，对吧？可能有点破破烂烂的感觉了，都是这种意思吧？嗯，它跟质量有关。好了，那现在咱们看，回头看这两个句子。以前我家房子十分简单，很单调的意思。房子会单调吗？嗯，房子可以用颜色比较单调。啊，那它整体说的是房子，一幢房子的话，嗯，它不会说我们家房子用色十分简单，对吧？嗯，整体的房子应该是靠向于质量那一边了吧，对吧？嗯，那质量那一边的话，可能用简陋会好一点。咱们再看下面这个句子，它的文章内容虽然什么，却感人至深。也许从第二句入手会更好判断一点啊。来看，它的文章内容虽然简单还是简陋，却感人至深。感人至深说明这篇文章在质量上面其实是很上乘的了，对吧？它能打动别人，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质量问题，只不过是它的形式的设计上面略显的单薄了那么一点点，不能说简单啊，不够复杂那么一点点，不像有一些作者他想到很多很多技巧，很多很多的这个形式运用在里面，这个文章没有用到，所以它只是形式上不复杂，我用简单就可以了。形式简单但是感人至深，二者之间是可以形成一个转折的，对吗？嗯，那这样的话我用排除法再一看，以前我家房子十分简陋，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以前，可能我家现在住的是特好的一个房子，但以前我家房子破破烂烂的，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对吧？嗯，其实做这道题，如果我们听过有一篇文章，古代有一篇文章的话，可能就不用这么纠结了，叫做陋室铭，讲的就是简陋房子的一个事儿嘛，对吧？嗯，房子用简陋一般是比较合理的，对吧？嗯，这道题能区分明白了吗？可以，可以是吧？嗯，我对你们放心了啊。嗯，真的啊。嗯，那咱们练了啊。来看这个，到了正午，什么样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什么样的草坪上 ？Oh no！ 应该这个坪，对不对？嗯，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沉沉的入睡，辽阔和宽阔。来，去掉阔，直接看吧。辽和宽。什么叫宽？就是很广。这个东西的长宽高。宽高。宽。就是横着。横着。也就是说，一提到宽，给我一种感觉是可以测量的，对吧？嗯，它很宽敞，但总感觉它还是有一个限制的。范围的。可以测量出来。那么什么叫辽啊？辽。辽。辽，我也觉得是空间非常的广的意思，对吧？嗯。但是我没听说，你给我测测它的辽有多少。没法测，对吧？因为这个辽一出来，对咱们的这个，哎呀，反了，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也会有一种语感，就油然而生了。辽感觉没有什么具体的边界，不是那种能轻易测量的，对吧？嗯，宽和辽，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的话，宽可能是在笼子里面的金丝雀，但辽可能就是飞翔在广阔天空当中的雄鹰的感觉了，是这样的吧？嗯，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了正午，什么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人？宽阔。宽阔，为啥是宽阔？因为天安门广场是有面积的。对，天安门广场虽然大，但至少我们能量出来，对吧？嗯，那既然能量出来，我就选择宽阔。那么什么样的草坪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沉沉的入睡，尤其到后来大地都出来了，更给人一种广阔无边的感觉了，所以这个地方又辽阔会更好一点。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例句给的不是特完美，改成草原会更好，对吧？嗯，草原给人一种真的是无边无际的感觉，但草坪直接给我看到这个词儿，我会觉得它很城市里边的小块，对，一小块，可能就这么一点点，那你不能用辽阔，对吧？嗯，不过后来有一个大地给它找补回来了，那我就放心了。好了，这道题你选对了吗？来问下一个问题，你敢再来一道吗？敢。你们不怕我？来看啊，你要坚强一点，不能太柔弱还是脆弱啊。这个蟋蟀用它什么样的工具挖掘出舒服的窝？柔弱和脆弱，先去痘吧。弱。哎，去痘，是不是脸上青春痘能去掉就好了。来看，
柔弱和脆弱，是柔和脆俩字，这好分啊，先看脆，我太喜欢这种口感。嘎嘣脆，嘎嘣脆什么意思呀、啊？它一用手一咬，叭，折了，对吧？为什么会碎啊？因为它硬，所以易碎，这种感觉叫做脆，对吧？或者我读个词，酥脆，好饿啊，酥脆，记住这个词儿。好了，来看什么叫柔啊？软软的。我就不会跳舞，你们感受一下吧。你们想象一下啊，我正在跳舞，这个胳膊正在非常柔软的运动，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啊、谢谢你们啊。好了，哎哎，我找到一个好东西啊，这东西看，感觉到没有？感觉到了。它不会像我刚才说那种脆的感觉出来了，对吧？你碎一个，它不会碎的。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软。软，没错。所以脆啊、和柔的差别其实已经找到了，它因为很硬，所以易碎，而它因为很软，虽然比较的娇弱，但它不易碎，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要坚强一点，不能太什么？什么叫坚强啊？就是挺得住，我挺得住，这就叫坚强。碰到再大事儿，我都挺得住，这就叫坚强。也就是说，我要做到不崩溃，不碎。那你不能太什么，很明显后面的内容和前面的内容是相对的，相反的。你前面坚强就是坚持着不碎，那你后面就是不能太脆弱，脆弱，对吧？嗯。如果我们不比较的话，我会感觉甜柔弱也行，是吧？嗯。来看下一个吧，膝盖用它什么样的工具挖掘出舒适的窝？柔弱。如果蟋蟀想想用它脆弱的工具挖掘出舒适的窝，你能确保它最后挖出舒适的窝吗？不一定。一碰嘎嘣折了，这还怎么挖下去啊？没法挖了，对吧？所以啊，这地方很明显，既然它已经挖出这个窝了的话，说明它这东西虽然弱，但是它不脆，它不能易坏，不能易碎。就看起来很渺小，但它有自己默默坚持的那样一份力量，对吧？所以这个词应该用的是柔软啊，柔弱，柔软就挖，柔软也挖不动啊。柔弱看起来很软，看起来很渺小，但是它若能够默默坚持的话，也是能够做出一份成绩的，对吧？这种感觉啊。所以柔弱和脆弱感觉都很弱啊，都很容易失败，但是柔弱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这个人心里面有着默默的自己的坚持，而脆弱真的是一瞬间就完全崩溃的感觉，它能更持久，而它只有一瞬间的存活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两者之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宁愿选择长得柔弱但内心很坚强，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不对？嗯。好了，这道题分清楚了吗？分清楚了。确定你们都选对了吗？嗯，都选对了。嗯，那我放心了啊。嗯，我对你们放心了啊。好，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啊，稍微总结总结今天的全部内容。嗯。